喂，首先澄清，我不是行销组的组长，因为我们可爱的小组长真的坐在台下，就是来看我。对，谢谢大家今天来，有一点惊讶，原来还有这么多人。我本来想说我们第一排坐完就好了，然后我们就默默的傻笑聊天25分钟。以上纯属开玩笑。那今天在他要跟大家主要分享的东西是 Go to market of open source 这个题目，很多人就是问我说：“夏夏，你到底要讲什么？”我就说：“你来听就知道了。”其实那时候我脑袋还一片空白，因为呢，今年 Host Cup 耗掉我太多的心力，所以我只能简单的跟大家说，我今天不是要来跟大家传授或演讲过一些什么准则或规则，并不是。我想要把这几年我在社群、在资讯圈里面看到的一些东西跟大家做分享、做交流。那当然也很欢迎，我也很希望你们有任何的想法跟意见，可以在这个场子里，我们随时提出来讨论。然后，请大家不用担心我冷场，因为我的助理组织在我冷场的时候会出来唱歌跳舞。是念企管的。国际企业管理毕业，然后学校的时候主修财务，但是现在在做 marketing， 因为我本人的兴趣是在 marketing 部分。在社群里比较常出现的第一个当然就是 Workforce， 今天代表的就是 Workforce 的社群议程轨。那第二个是 Study Area， 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到它？我们每一个人从 Windows 或从其他的 OS 转到 Linux 的时候，新手都会有一些问题。就算你不管再怎么 Google， 你还是有一些看了也不太确定要怎么解决的东西。我在刚踏入 Linux 的时候，受酷学员的朋友照顾很深，就算再怎么蠢的问题，他们都还蛮有耐心的回答我。第三个是我们常常出现的 Most TW 的小沙，我拿小沙的图，就是在这个社群里我学到的就是，就算你不会 coding， 你也可以很快乐的在社群里跟大家分享你知道的跟你会的东西。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变色龙，因为我从乌邦图跳到 open source 一阵子了。好，那我们要先说好一件事情。当然，我相信在场的很多各位比较已经很清楚 open source 跟 free software 的意思，但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小小的澄清。这些定义呢，我们上网 Google 就可以了，看一下维基百科。我觉得有一句话是我在当初找资料的时候搞清楚，试图搞清楚说 open source 到底是什么，然后自由软体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呢， open source 是一种开发软体的方法论，那自由软体则是社会运动。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嘛，写code完之后你开发出一个东西，那你当然会觉得说，哎，这是我的智慧财产权，我希望保护它，然后最好是我们这个 team 独有，我还可以拿来让它拿来赚钱，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可是一个人或一个 team 再怎么想，一定绝对会有没有思考到的地方。 Open Source 是可以帮你集结大家的力量，然后帮你把这个东西做到最好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跟想法。那自由软体，我一直觉得它不是免费就是应该的，它代表的精神是一种自由，我们不是受拘束的，而是你根据你的习惯，根据你的使用方式，你可以找到适合你的东西，而不是我只能用什么。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会想要分享说，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不错啊，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但是有些人就会常常在推广的过程中会觉得有点就是挫折或困惑，说，哎，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错，为什么这些人都不能接受？其实在这个时候，我很想跟大家就是小小的分享一下，行销四 P， 它是一个很传统行销方法论的一个基础原理，但是它非常的适合拿来做在推广 open source 上，当然也是可以的。第一个产品，那首先你就是会决定，比如说，哎，你想要推广哪些东西？随便一个，比如说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说 ，Open Source 是一个很好用的 OS 啊，那这就是你要知道你的东西是什么。第二 ，Price 到处都可以，我们都可以拿来推广 Open Source， 不管是在真实世界或者是在网络上。那第三个 Price 为什么会提到价钱？这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常常有一些人会觉得做 Open Source 或自由软体的人赚不了什么钱，那我就会很疑惑说，哎，你为什么要这么想？
谁跟你说就一定赚不到钱？是因为他一刚开始就是免费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他可能有一些东西一开始是免费，那是吸引你去投入。如果你愿意投入去修改共同他的code的话，那是不是投入你的时间跟心力？难道你这个人的心力跟时间不是就是一种价值吗？我觉得他不能用价钱来衡量，而是用价值这个东西来衡量。那第三四个就是推广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像大家今天坐在这边，就是我们的方法之一。再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可以从四个 W 的面向去想想看，我们想要怎么样去推广、去分享、去散布说，哎，你觉得很不错的软体或是系统。第二是，你当然是要先想一下你的目标客群是谁，就是你想要改变的或是想要分享的是谁。通常第一个很多人会想到的是，就是那个万二的很软啊。好啦，他今年不是我们的 sponsor， 所以我可以很安心的说话。当然，以上只是开玩笑。对齁，如果关掉录影的话，今天的八卦可以讲更多哦。可惜是有录影的，不行。通常大家会第一个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希望把 Windows 的惯常使用者，让他们知道有一个更多不同的选择。谁说一定只能用 Windows 系列呢？可我们还可以用 Ubuntu 啊，用 OpenSUSE 啊，用一些其他的部分啊，还是可以用的。那第二就是免费。为什么我要在这边提出来一个免费？而是就是我在这几年齁，常常大家会遇到一个问题：大家身边的朋友 ，Windows 是正版的，有吗？有，对不对？但是 Office 系列呢？还是有，对不对？但是绝对比前面那个正版的哦，再更少，再少一点点。我就遇到一个朋友跟我说：“哎，那个我的 Office 不能用了，你有其他的推荐方案吗？除了花钱这件事情。”当然，第一个我就是跟他说：“阿爸去 Open Office 很好用哦。”然后，但是他必须安装在电脑上。有一些人会比较刚转换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些人不太习惯他的界面。因为它跟微软的 Office 系列很像，但是还是有一些差异，对不对？那我就跟你说，没关系。第二个，你还可以选择，就是使用 Google Docs 嘛。之所以我提出第二个免费的部分，在他想要做什么改变的点去做一个切入。第三个就是喜好分享，这边的喜好分享我比较出自于就是你个人，比如说你今天觉得有什么东西很不错啊，想要推荐给大家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类似这样的概念。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不错，那你介绍给身边的朋友，他没有去用它的时候，也请你不要灰心。第一个可能是做一件事情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可能他现在用不到或感受不到。就像我刚刚举那个例子，我朋友如果他在 Office 系列用得很顺的时候，我跟他说你不要用 Office 的，你还有其他的选择，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他就一定会换吗？不见得嘛。当你时间对了，你去切入，他才是可以成功的转换。那第四个可能是功能导向，也有人就是一刚开始就是 Windows 用一用，他就说，哦，我不想要再重灌了，我不想要再花钱升级了，类似这样的功能导向，他需要一个很方便的电脑系统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推荐他。那在另外一个功能系统导向是，我们常常在这里我应该可以很安心的讲一些笑话，会引荐，等一下第五点我会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写这件事。就是他可能觉得万二的 IE 实在是太难用了，或是为什么常常会变慢呢？我弟弟就是这样子换成 Firefox， 他就有一天跟我说：“哎，姐，你的浏览器都用什么啊 ？IE 很慢哎，最近好像也没有中毒啊，怎么检查都没有出来。”我就说：“哦，我都用 Firefox 啊。”他说：“那是什么？”我就说：“嗯，我马上来帮你装。”点点点点点点，他的功能导向，我就是这样子切入他。从此之后，他就是跟我一样用成 Firefox。第五个呢，你想要针对怎样的族群去改善它？第五点是，我在踏入社群圈大概第二年还第三年吧，我遇到的一个实际状况就是，我发现我讲的笑话跟梗啊，现实生活周遭的人没有人听得懂，哎，好寂寞哦，真的很尴尬。就是我可以在网络上跟朋友聊得很开心，但是在现实生活的分享会卡住，那怎么办呢？我很推崇就是 SA 库学员 Naiman 老师的一个理念，就是感染。他说强迫没有办法是可以改善你想要改善的东西，而是用感染的方式
你一步一步的让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好不好？利益在哪里？对他好处是什么？他才会慢慢的 change。所以那时候我发现周遭的人没有人听得懂我讲的话，我的表情大概就是跟我们家光野的脸一样，就是超无奈的。所以呢，我针对的族群之一，我觉得这只是个分享啊，不是个绝对。我遇到的情形大概有这几类。那再来就是，你知道了你想要对这个人去推广或这个族群，那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你自己要先拥有什么东西才能做到这件事？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核心的思维跟理念。你当初为什么觉得这个东西好？你当初为什么觉得你要选择它？很多的程式语言，像当初我记得我认识 Perl 跟 Python 的时候，是两挂朋友在大论战的时候，我就搞不懂他们在吵什么，说你们到底在，就是一直跟对方说，哎，你们 Perl 就是怎么样怎样啊 ，Python 就是怎样怎样啊，我们就是好在哪里呀、啊？你们又好在哪里之类的，听起来就是两方各有好的东西呀、啊。但是选择某一个程式语言的人，一定有他的理由嘛。所以你要在推广或者是推荐你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要先清楚知道你认同他什么。我在MOST TW 很久，虽然这几年比较少出现，工作太忙了，但是我一直很认同他的中心思维，就是说这是一个很自由推广，可以自由使用的，我们不是受拘束的，并且不管是你会不会写 code， 只要你喜欢他，就欢迎来加入他。这是一个精神，我是喜欢他这样的理念，所以我在一直参加下去。第二呢，就是你需要一个工具包。那个工具包不是黑黑黑的那种工具包啦，就是你喜欢告诉人家说，哎、欸，我跟你说，这件衣服很适合你，很好看，哎，为什么呢？因为你穿起来怎么样怎样，是不是你要具备一个审美观？工具包的概念有点类似这个样子。你在推荐一个东西，你要先学会使用它，或者是你已经知道，你实际已经 run 过一遍，已经会用一些基础的东西，遇到什么问题，这样人家问你的时候，你才能会有互动嘛。不然你就说，哎、欸，我觉得那个，open source 也很好用啊。然后结果他问我说，哎、欸，那个软体更新怎么更新？跟 Windows 不一样哎、欸，那怎么办？那就没有用了。但大家就会觉得，你推荐的好像也不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具备一个基本的工具包。那这个工具包的程度就是看你自己个人。那第三个就是相关性的，就是所谓的技能拥有。你要，我自己就一直觉得说，不管我加入什么东西，喜欢什么，我要对它有一些基础概念的了解。我要至少要知道它的基本东西，有遇到问题的时候，我知道要去翻哪里。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本教科书，大家常看到的是国语课本，然后它有1到10课，你至少要知道你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在第几课的时候可以翻到它相关解答吧。所以我提出第三点，就是这样的技能是你要有的。第四个是主题，你要确定。就比如说，我今天为什么想要推给大家这个东西？你想要改善它什么？有些人就会觉得 IE 6必须死，所以我要推广其他的浏览器。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Windows 太肥大啦，旧电脑不能用啊，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试试 Linux 相关方面的 OS， 它简单方便好用，而且现在图形界面长得跟一般 Windows 都差不多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就像我们 GDB 的一些诉求都很清楚嘛，这有点像是帮朋友自入性行销。那第三个就是，当你想要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在哪做？其实很简单，就分两个地方，一个是真实世界跟虚拟世界。这时候我要自入性广告一下，就是 CostCover。今天很多人都跟就是抱怨说啊，没有桌椅啊，大家都被中研院的场地宠坏了。有桌子可以摆 notebook、平板、手机 ，notebook 可以玩游戏，平板可以看 IRC， 手机还可以发 Facebook。那你台上到底在干嘛？我们来参加研讨会，不就是要想听听看这些难得出来分享的人？你一次可以听到那么多，重点就是听他们在讲什么嘛。所以我觉得在真实世界里，就是你要有真实世界的做法，跟虚拟世界不要太 close， 但是也不用太脱节。
最后一个是你要怎么样去做，我分为两个面向。第一个是实体，就是刚刚延续刚刚的话题，你要在哪里做这件事情。一个是实体嘛，一个实体是一个是虚拟。那实体我参加过，这只是我个人经验哦，欢迎大家补充。可能你可以办各种不定期或定期的聚会，像 H4 他们就是固定礼拜四，那这样大家新成员就知道不管哪个礼拜我想临时想去参加，我礼拜四去哪里就可以找到人了，这也是一个方式。它有点像是你在开店做生意啦，你开店做生意，如果你休息很久，我们常常去一家店，哎，三不五时他就休息，我们就不会去了。可是你知道你哪个时间固定去就可以找到人，那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安心感。我们要做一个线上报账系统，但是他文案不会写，问我有没有兴趣帮忙。哎，我就觉得哎，这也很不错哎。然后他们做其实线上报账系统之前呢，其实就是有零星的聚会，但是没有很多人一起用 Ruby 这个技术来完成一件事情。因为有这个专案，所以在短时间内大家其实联系上线的很快。那第二就是脑力激荡，我想了很久，我想说到底要用什么词去形容它，其实就很简单嘛。像是这次摩斯蒂拉舞摆社群摆摊，就是想说，哎，我们要办什么活动？一个人想可能总是脱离不了那种思维的潮流，那一起很多人想才有比较可能。我觉得这种是类似一种讨论。应该说这是一种讨论。其实这些方式殊归同途啊，就是希望我们建立一个认同感、归属感的感觉。我们为什么在 Open Source 这个圈子？我们为什么会使用这些自由软件？那是因为我认同它嘛？我觉得你不错，我觉得你好，我觉得你的理想、你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我要快400。就觉得肩膀有点酸，所以每个月要去脚底按摩也是正常的。以上是败家的借口，最后就是 Q&A 的时间，想问大家有没有想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或是你有想问题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倒数计时，因为下一场是等一下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大家可以休息一下。还有下一场的 Kino， 下一场的 Kino 是本人的赞助商，所以我又要广告。他下一场会送出2块 Race 拍，只要有去听就有机会。那在这个时候广告完之后，还是要问大家有没有想要分享一下？哎，你有什么经验，或是你有什么好奇的，请说。这个问题我大概可以讲1-2个小时，哎，这实在是太尴尬了。我要再怎么样在30秒钟之内回答你呢？好 ，CosCup 在对外怎么找赞助商，是不是跟他怎么样互动，对不对？第一个，我自己来讲，我不把我自己当社群，我今天就是一个，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有价值的团体，有产值的，我可以给你很棒的回馈 ，CP 值高的。首先我这样看自己，第二是，所以我们要提出计划书啊，谁找你合作谈事情，这位帅哥，我们今天一起写一个东西好不好？啊，什么东西啊？所以你要跟人家解释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正式文件跟口语化的说法是两回事，正式文件一定要有，所以我们会有一份计划书送出去。那这份计划书的内容就是有来参加销售组的就知道了啦，嘿嘿，这是秘密。没有啦，因为可以要讲1个多小时，我都会讲不完。那第三个就是，其实就很比较常见的行销方式，我们常用的方式就是 mail， 然后电话、人脉经营、当面拜访，你想到的商业的话的东西，其实都有的啦，只是用的方式不太一样而已。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好，可以啊。我们今年这个 team 5个人找了台湾海内外快200家企业吧。有找，嘿，然后拒绝理由就是他们的商业机密，有兴趣的话私底下来聊，或是哎，我们销售组明年还是有缺人哦，可以考虑看看。不过就是销售组就是。今年的组长比较机车，进来之前还会被先面试。
我们如果给我三十秒跟大家分享一下 Cost Cup 销售组目前有一些小小的不成文的定义。我们希望工程师跟非成工程师的比例是2:1，主要是我们的核心思维、核心人物就是所有会写 code 的工程师，或者是会维护它或使用它的一些人嘛。那这些这东西怎么制造出来？当然是你工程师你们啊。我们希望工程师的比例是2，非工程师的比例是1。为什么？我们希望他不要一直就是局限在工程师的思维，会有盲点，那要带来一些新的东西。那第二是我们希望销售组的伙伴要至少要有1到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如果你是学生，我会希望你有接案或者是国科会计划的经验。为什么？国科机会计划也很也重要啊。你以为跟政府机关那些机设打交道很容易吗？当然不是嘛。所以你会在这1-2年的训练中有一些知道待人处事的方法，你会学到一些待人处事的方法，因为你会遇到有很多问题。包含我第一年进销售组的时候，我找到的某一家音乐公司，不是今年的 sponsor 啦，对，他就直接他的 marketing manager 就是直接呛我说：“你以为你们是什么东西啊？还要跟我还要跟别人一起 合作 sponsor 你？”我可以一次给你150啊，你要给我什么东西？150不够啦，我不能这样跟他讲嘛。类似这样子尖锐或者是直接的东西，你要怎么去应对？你的待人处事接物的经验就很重要。所以我们有两个小小不成文的规定跟大家分享。还有问题吗？不要在这里问我找赞助的商业机密啦。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的话，大家现在的是休息时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就是私底下跟我联络，或是来找 Cost Cup 的团队聊一聊。那现在是休息时间，3:10是下一场的session。谢谢大家来，谢谢。